一直在你那里，用这太古血脉浸透的青铜棺材铸就的灵魂丹，能让尊贵的魔神大人再次觉醒，能让他知道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。舅舅，舅舅，你怎么样？ 师妹，该死的恶魔，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东伯雪鹰，你们竟然闯进了魔神会！今日，我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刘月，照顾好青丘。好。 当年，莫阳辰来到雪石城堡的那个夜晚，我就知道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年的大战，魔神财神逃跑，魔族定会卷土重来。当年我没有杀了你，达尔豪，今天我就是豁上性命，也绝对不会让你祸害人间。原来你真的是故意落在魔族的手上。 Thank you.
圣级境界。你的能力早就超过我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当年在沂水城，要不是您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你还认我这个师父，我就多说一句，既然已经物是人非了，为何不早点放下呢？我放不下了，我只能负重前行。一个大男人说什么损话，来，让我看看你武功进步没有。